今天要带给各位的是翰林版国中英语 Book 3 Unit 3第三册第三课的 Reading A Long Night. Now please open your book to page 55. Page 55, 55页的地方。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一课呢，非常多的图片，对不对？好，想必是非常的精彩。好，那在看课文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熟悉一下单字。好，那先看55页的单字，每一个字跟老师念两次。OK, 来，第一个字，糟糕的，可怕的 ,terrible, terrible, 然而 ,however, however,睡着 ,fall asleep, fall asleep. OK, 好，那这边只有三个单词，我们来讲解。第一个 ,terrible, 三个音节，字尾一打叉没有发音 ,terrible, terrible, 糟糕的。好，那什么东西很不好，比不好还要惨，对不对？那叫糟糕的，是不是？好，那老师上面呢用蓝色的打字呢告诉各位一个片语，好，比如 be good at, be good at 接名词或动词 ing 表示擅长做某事。好，比如说我擅长打篮球，我就会说 I am good at playing basketball。 那我不擅长游泳，我就可以说 I am bad at swimming, I am bad at swimming, 好，不擅长就 be bad at, 那你不仅不擅长你还很糟，对不对？好，那就 be terrible at, 是不是很简单？ OK, 好， be good at, be bad at, be terrible at, OK, 好，这是擅长或不擅长做某事。第二个字叫 however,However, 然而，那这个字在文章里面非常重要，因为表示文章的转折，好，文章的转弯了，而且这个弯很重要，后面讲的东西会是重点，好。好，接着第三个字叫 fall asleep, fall 的意思是掉下去，那之前我们学到是秋天，对不对？那秋天什么东西会掉？落叶，是吧？好，所以 fall 有落下来的意思，那这里翻译成陷入某种状态，陷入什么状态啊？Asleep, sleep 大家都会叫睡觉，那 asleep 加一个 a 变成它形容词，对不对？ Asleep 睡着的状态，所以 fall asleep 陷入睡着的状态，那我们翻译成睡着。好，那你从还没睡到要去睡，叫做 go to bed, 好，去睡觉。但你还没有 fall asleep,你还没有睡着，你还没有熟睡 ，OK? Fall asleep. 好，这边重要的字老师会选中间这个 however, OK? 好，请打星号。如果你还没有写完，你现在可以按暂停键。如果完成，我们来接着看56页的单字。OK, 好，这边的单字我们一起来一样念两次，尝试 try.Try, 东西事情 thing, thing, 移动 move, move, 找到发现 find, find, 舒适的自在的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数计算 count,Count, 绵羊 sheep, sheep, 想上厕所 nature calls, nature calls, 终于最后 finally, finally, 声音 voice, voice,放弃 ,give up, give up, 姿势 ,position, position, OK, 好，有点多，对不对？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来尝试叫做 try, 那过去式请你写在它的后面 ,tried, 去 y 加 ,ied,
tried。 那上面蓝色的字是他的笔记， try on， 试着穿上去，试穿衣服， try on， on 就是在你身上嘛，哈。 OK， give it a try， 给他一个试，什么叫给他一个试，尝试的机会嘛，哈， give it a try， 试一下。第二个叫 thing， T-H-I-N-G， T-H 念成舌头伸出来一点点， OK， 那上面绿色字是它的补充。第一个是 nothing， nothing 没有东西，每件东西叫 everything， 每个东西哈 everything。 好，接着上右上角 something， some 这里是某个， something 是某事某物。各位还记得 someone somebody 是某人吗？好，一样的意思哦。 something 是某事某物， anything 任何事物， anything， OK。 好，下一个 move 搬家或者是移动。Don't move， 不要移动什么东西。 I move to 高雄，我搬去高雄， OK。 好，接着 findFind 是找到或发现什么东西。 I find you， 我找到你了，可能在玩鬼抓人或什么游戏，我找到你，我发现你了， I find you。 那右上角帮我圈起来， Find 的过去式是 found， 不规则哈。 Find， found， found。 好，第二排第一个字 comfortable， comfortable，四个音节，字尾一打叉，没有发音。Comfortable 是舒服的，很舒适的。OK， I feel comfortable now， 我现在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好，第二排中间 count， 数东西 count， 好 count somebody in， 把人算进去，意思就是说我也要参加一份。OK， count。接着绵羊是 sheep， sheep 这个字很特别，一只绵羊 a sheep， 一百只绵羊 100 sheep， 它不会加 s， 好，所以绵羊是单复数同形，单数跟复数长得一样，不用加 s 哦，哈，为什么？因为绵羊通常出现就一大堆嘛，哈，他们是 一起在一起的动物，哈，群居的，哈，好啊，所以反正就是它都不会再加 s， 哈。好，接着想上厕所这个字非常特别， nature calls， nature 这个字圈起来， nature 两个音节一打叉没有发音， nature 是自然，大自然， nature call 就是打电话，那大自然向你打电话或者是呼喊， call 也是呼喊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你的自然反应啊，自然的呼唤，对不对？好，就是想上厕所，想上厕所没有人通知你、啊、你自己感觉到嘛，好，那是自然的呼唤，自然的叫你，对不对？好，来第三排 finally， final 就是最后的，那加 ly， 最后的， OK， 终于怎么样， finally 三个音节 finally。 那我们看下面绿色的字 final countdown， final 是最后， count 刚刚有讲过是数，好，数一二三四这个数字叫数，好 count， down 是往下数，好，那所以 final countdown 就是倒数计时。你什么时候会倒数计时？跨年的时候是不是倒数计时？ OK， 好，五四三二一， 5 4 3 2 1，然后就跨年，然后就放烟火，好，那就是 final countdown， final countdown。 好，接下来 voice 是声音，指的是人的声音。OK， 那就老师不是人的声音，是我东西掉下来的声音，那就是下面蓝色的字 sound。 好，所以你补充一下，这两个都是声音哦，可是其实不一样哦。 sound 是一般的东西的声音，那 voice 是你现在听到老师讲话的声音， voice。 好，接下来叫 give up， give up， 我们念快一点， give up， give up， 别放弃， don't give up， never give upGive up 后面接名词或 ing， 表示放弃某事某物。好，我们来画一下重点，这个 give up 很重要哦。最后一个没讲到， position 三个音节， position 姿势， OK。 好，
finally 最后 try 是尝试，好 thing 是东西。好，老师觉得动词比较重要，所以我现在画的大部分都动词。OK, move and find. 那 find 呢？帮我注意过去式是 found. 好，那以上是56页单字的说明。如果你还没有写完，你可以按暂停键。如果完成，我们一起来看课文。好，那这篇课文呢，相当精彩哈。Let's look at the picture first. Okay, here you can see the girl. Okay, who is the girl? She is Kim.Okay, Kim 你还记得吗？上一个课文他就是梦游，对不对？把自己的杯子碰掉了，杯子打破，他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梦游。好，所以他睡眠有点状况，你有发现吗？好，那他这次遇到什么状况？你看他黑眼圈。好，他遇到什么状况了？随着时间在变换。好，然后我们看右边啊，时间一直变换嘛，哈。他好像没睡着，你怎么知道他没睡着？你看2:45这里，好 ，she is counting sheep， 她在数绵羊。那你在数绵羊，那就睡不着，对不对？然后就3:30 ，nature calls， 好，那个她想上厕所。那你睡觉睡到一半想上厕所，是不是一定起床？好，好可怜哦，好，没有睡着就算了，还想上厕所。接下来6:05 ，OK， 好，姐姐跟小狗 ，OK。好，her sister wakes her up， 把她叫起来。好，不晓得她有没有最后有没有睡着。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好，来这边的课文呢，我们先听，然后再讲解。A long night. Kim had a terrible night last night. She was very tired.So she went to bed at 8:30. However, she couldn't fall asleep. OK, 好，来，老师上面有用很粗的红色框起来。OK, a long night. Long, 很长的。Night 是晚上。A long night, 很漫长的夜晚。好，这整个就是一个大标题 ,title。帮我写 title, 这是标题。各位在读文章的时候，先读 title， 先读标题，它可以告诉你整个文章的大意。哦，我这篇文章在讲漫长的夜晚，所以我可以很确定它的时间点一定在讲晚上，而且特别漫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OK， 你就可以抓到这个重点。然后，文章会有好几段嘛，那每一段的第一句，好像这里。Kim had a terrible night last night. 第一句，好，就会是 topic sentence， 主题句。那什么叫 topic sentence？ 意思跟 title 有点像， title 是整篇文章的大重点。那 topic sentence 是整段，像这里这一段就这样，这一块，好，这一段的大重点，一句话讲重点。Kim had a terrible night last night. 他昨天晚上有一个很糟糕的夜晚。然后他告诉你这个大重点之后，后面再叙述他的夜晚如何糟糕。OK， 后面才会细讲。所以各位你在读文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掌握这两个东西，一个是 title 大标题，一个是 topic sentence。OK， 好，那像右边也有 topic sentence， 会是这一句啊。好 ，Kim tried many things。OK， 好，应该就是第一句啊，好 ，OK， 好，那我们先把左边讲完。好，各位请看到55页上面。好 ，Kim had a terrible night last night。昨天晚上 ，Kim 有一个很糟糕的夜晚 ，terrible 是糟糕的。She was very tired。Was 过去式，对不对？好，因为是昨天晚上，是过去式 ，tired 很累。So she went to bed at 8:30. 她因为太累了，所以她要去睡觉。Went to bed 就是 go to bed 的过去式。At 8:30， at 这几点几分，对不对？好，那 8:30 是8:30。各位，你有没有试过8:30去睡觉？是不是太早了？好，那因为 Kim 觉得很累，所以她很早早就去睡觉。
However, 然而，帮我圈起来，它就是表示文章的转折。虽然她八点半睡觉，然而怎么样啊 ？She couldn't fall asleep. 然而她睡不着。Couldn't 帮我划线 ，couldn't 是 can't 的过去式，因为整件事发生在昨晚，所以会是过去式。那 can't 是不能，对不对？那 couldn't 也是一样，不能。Fall asleep 睡着，然而他睡不着，所以重点不是他早睡，是重点是在 however 后面讲的睡不着 ，couldn't fall asleep。OK 可以吗？好，所以这边还蛮简单的哈，来只有一个重点句，来就最后一句 ，however she couldn't fall asleep。好，帮我画起来。好，接下来如果你还没有写完，你可以停在这里哦哈，那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右边了。好，那右边的笔记相当多吼，那我慢慢讲。OK， 好，先来听课文。Kim tried many things. Sh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drank some warm milk. After that, she went back to bed. She moved around in bed, but she just couldn't find a comfortable position.Then she counted sheep. Kim was falling asleep when nature called. Oh, I give up, she thought, and she got out of bed again. When Kim got back, she tried for another 2 hours. She was finally falling asleep when she heard a voice. Get up, Kim. Breakfast is ready, said her sister.It was morning, and she didn't get any sleep at all. What a long night! OK， 好，听起来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好，我们来看一下 Kim 他如何悲惨哈。好，来，请看哦，最上面，最上面这里，老师用粉红色的笔，然后画成椭圆形，这个都表示在文章中呢，就是在讲时间的顺序。比如说这里 after 在什么之后，好 when 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then 然后 finally 最后，好像这种字都在讲时间点。好，那你用这些，像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有些人讲话很喜欢讲然后然后然后，就是在讲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好，那像这个也是，好在那之后在那之前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另外一件事又发生接着怎么样最后怎么样这些也都是在讲时间 OK 好那你用了这些字文章才会流畅因为他一次讲了这个人很多的事情那你要怎么样一件又一件的讲好那你就会用善用这些字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在讲什么哈那因为他睡不着嘛好所以这里的 topic sentence 主题句是什么 Kim tried many thingsKim 他试了很多的事情，好帮助自己睡着的事情，好 tried 是 try 的过去式 ，OK？ 好，比如说什么事啊 ？Sh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drank some warm milk。她去厨房啊 ，went to the kitchen 厨房 and drank 而且还有喝 some warm milk 一些温暖的牛奶。那据说喝温暖的牛奶会帮助你。睡觉，对不对？好，啊，这个做法是对的。After that, she went back to bed. After that, 在那之后，这个那 that 的意思是喝牛奶这件事情。好，在喝牛奶这件事情之后呢 ，she went to bed. Went to bed 是 go to bed 的过去式。好，那它这里多一个字叫 back。好，所以老师写在下面绿色的地方 ，go to bed 加 back 在中间。Go back to bed， 意思就是走回床上睡觉。好，他又回去的意思。好 ，go back 的意思。结果他有没有睡着？没有哎。She moved around in bed, but she just couldn't find a comfortable position. She moved around, move around， 帮我画线。Move 是移动。Around 是到处，什么叫 move around？ 到处移动。你在床上怎样到处移动？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就会翻来翻去，对不对 ？In bed，
bed 是床 ，in 是在里面，在床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棉被里面翻来翻去 ，OK？ But she just couldn't find a comfortable position. But 是但是哦 ，she just 是就是，她但呢就是呢 ，couldn't find。couldn't 刚刚有讲过 ，couldn't 是 can't 的过去式，就她不能够。好，不能怎样啊 ？Find a comfortable position. Find 是找到 comfortable 舒服的 position 姿势。他就翻来翻去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他就是睡不着啊，对不对 ？Then she counted sheep. Then 圈起来，然后哦，那你这里要不要逗号都可以哦，哈、哦。She counted sheep. Count 是数 ，sheep 是绵羊。他就开始数绵羊了啊 ，a sheep， 啊 ，one sheep， two sheep， three sheep， 然后一只绵羊一只绵羊跳过去，对不对哈 ？Kim was falling asleep when nature called. Kim 呢 was falling asleep. 来，各位注意一下，这里用了过去进行式，表示当时正在。那 Kim 呢，当时正要 fall asleep。正要睡着的时候 ，when 当什么事发生的时候，当 nature called， 当大自然呼唤他，意思是什么？当他想上厕所，好不容易他睡着了，结果他想上厕所，真的太悲惨了，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说了 ，I give up， 啊，但 H 打叉哦，只有念 R 而已哦，哈，只有念 A 而已哦 ，I give up， 好了，我放弃，我睡不着了。She thought 是 think 想的过去式，她就想啊，算了算了，我放弃了哈。And she got out of bed again. Got out of bed 来 get out of 的过去式 ，get out of 是出来，好 ，bed 是床，而她又从床上出来 again 再一次，意思就是她可能就是又起床了，她就放弃了。为什么？她起床要干嘛？刚是不是讲她要上厕所？好、哦，他就没办法再忍受，他只好去上厕所。他又起床。好，最后一段。When Kim got back， 当 Kim 回来了，回他房间 ，She tried for another 2 hours。他试试看呢 ，for 圈起来 ，for 加一段时间表示持续。好、哦，那持续多久啊 ？For another 2 hours， 持续了另外2小时。哦、他就这样翻来覆去又2小时哦。哦 She was finally falling asleep when she heard a voice. 他呢终于、哦、finally 是不是终于那各位这里注意一下又来过去进行时 was falling, 当时正在。他当时正要呢睡着的时候 when she heard a voice, 当他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他终于才要睡着。哦、heard a voice,Hear 的过去是 heard， 好，因为都是整篇文章的过去式。当他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他才终于要睡着。好，他听到什么声音啊 ？Get up, Kim. Breakfast is ready. 起床啊 ，Kim. Breakfast is ready. 早餐好了。是谁啊 ？Said her sister. 好，他姐姐叫他。所以当他准备要睡着的时候，姐姐竟然叫他起床了，因为早餐已经好了。我的天哪，跟没睡着，对不对 ？It was morning， 已经早上了 ，and she didn't get any sleep at all。好，来各位注意 ，not at all 藏在里面，一点也不。那他一点也不怎样啊 ？Get any sleep 得到任何的睡眠，意思说他根本就没睡。哈 She didn't sleep at all 也可以了啊，不过他这里强调得到任何的睡眠，一点点都没有哈，所以他这里用 get any sleep， any 任何去强调这件事。好，最后一句 ，What a long night， what 帮我框起来。好 ，what 后面接名词，如果单数你就用 a， 好，如果复数就不用 a 了哈，就用加 s 这样。好 ，what a 名词什么意思？那我们翻译成多么怎样的什么啊？好，感叹句，好可爱的小男孩呀 ，What a cute boy！ 好可爱的小狗狗啊 ，What a cute puppy！
OK, what a 什么名词，哈，惊叹号哦，哈，这感叹句。那课文这一句叫 What a long night, 多么漫长的夜晚啊，感叹句。 OK, 好，感叹这真的是难熬的一夜啊，哈的感觉。好，那这边的课文就这样讲解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重点要画呢，来看一下哦。嗯，这句 She moved around in bed, but she just couldn't find a comfortable position. OK, 还有这里 Cam was falling asleep when nature called. 当他想上厕所的时候，他正要睡着。OK, 好，你注意这句为什么？因为他这里用过去式，当想上厕所。好，那那个时候他正要睡着，好，这里用过去，这里用过去进行，很特别，对不对？好，这里 When Kim got back, she tried for another 2 hours. She was finally falling asleep when she heard a voice. 好， She didn't get any sleep at all. What a long night. 好，画到这里。OK, 好，那各位请各位用荧光笔把重点句画一下。哦，就是你这几句你可以多熟悉它，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翻译看看。好，哦，啊，你要更厉害一点，简单，你先翻译成中文嘛。好，哦，然后你不要看课本哦，再翻成英文试试看你会不会。OK, 好，试试看这个方法。OK,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现在可以按暂停键。如果你完成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动画。A long night. Kim had a terrible night last night. She was very tired, so she went to bed at 8:30. However, she couldn't fall asleep. Kim tried many things. Sh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drank some warm milk.After that, she went back to bed. She moved around in bed. But she just couldn't find a comfortable position. Then she counted sheep. Kim was falling asleep when nature called. Oh, I give up, she thought, and she got out of bed again. When Kim got back,She tried for another 2 hours. She was finally falling asleep when she heard a voice. Get up, Kim. Breakfast is ready, said her sister. It was morning, and she didn't get any sleep at all. What a long night. Okay, what a long night. 真是一个很漫长的夜晚。好，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失眠的经验呢 ？OK, 那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好像老师如果喝了有咖啡因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亢奋一点，睡不着。哈，好，所以会尽量避免喝。哈，那另外就是白天稍微累一点啊，哈，不要白天还有中间还有休息，哈，是不是睡个午觉睡久一点，那可能就会失眠。OK, 好，失眠是很痛苦的，你看到这篇文章你就晓得非常痛苦。OK, 好，那祝福大家不要失眠，哦，不要像 Cam 一样。OK, 好，那我们今天的reading 就上到这里。老师发现左上角有 QR code, 好，哦，这就是你可以拿来看啊，哦，你就扫一下就可以看，对不对？看影片，好，哦，把它放大，哦。如果你是用电脑看的话 ，OK, 你试试扫扫看看可不可以扫到，哦，我把它放大，好 ，OK, 好，你就可以看啊，好，哦，你随时就可以练听力啊。哦，好，所以其实现在线上资源还蛮多的，大家有时候可以不用补习，你就也可以得到很多英文的或是各种学习的资源，对不对 ？OK, 好，那老师今天就上到这里，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英文越学越好，不要失眠 ，See you。